有个戏精的女邻居是什么体验？又是眼前女友，又是装全，最后还要求我给她按摩，烦死了！来呀，还愣着干嘛？帮我冲腿。那什么，我得修床了。怎么干了坏事，现在想逃脱惩罚？欺负老实人是吧？什么呀，正事还没干呢。你脸红了？哎，男女授受不亲啊。没，我觉得热的。你不会是没谈过恋爱吧？瞎说什么呢你？我逗你玩的，你可真可爱。哼，我是真喜欢被你逗啊。我就知道又在逗我。走吧，去帮我修床吧。好吧。Later。哎，好了，这回应该是不响了。真的，你这么厉害？那什么，天也不早了，那既然修好了，我就回去了。啊，你这么着急回去啊？干嘛？我明天上班呢。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床有没有好？可以怀疑我的人品，凭啥怀疑我的技术？你看，不响了吧？那得试试才知道。怎么是？难道？救救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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